成语故事连环画第八集。成语“唇亡齿寒”，出处《左传》。西宫五年，晋侯复贾到于虞以伐国。公知其谏曰：“国虞之表也，国王于必从之。”燕所谓“辅车相依，唇亡齿寒”者，其余国之谓也。是义。 王失去唇亡齿寒，没有了嘴唇，牙齿就感到寒冷，比喻关系密切。春秋时，晋献公因为国国经常侵犯晋的边境，便打算出兵一举消灭国国。大夫荀息献计说：“国与其邻国于唇齿相依，最好向愚公借道，可以今日取国而明日取虞。” 晋献公对于愚公肯不肯借道很没把握，荀息却说：“只要送上垂棘出产的美玉和屈帝出产的良马，愚公贪禄不会不答应的。”垂棘的美玉和屈帝的良马是晋献公两件珍爱的宝贝，一时有点舍不得。荀息说：“等灭了国，愚绝不能独存。您只不过暂时将美玉寄放在愚公处。” 将良马养在他的马厩里罢了。荀息说服了晋献公，带上美玉、良马，出使虞国。虞公见晋使送来这么好的礼物，顿时眉开眼笑，答应借道给晋国。虞国的大臣公之奇向虞公谏道：“俗话说，唇亡齿寒，失去了嘴唇。” 牙齿也就难保了。虞、国两国唇齿相依，国国一亡，虞国也就跟着完了。借道是万万不行的。虞公不听公之奇的劝谏，收下了美玉、良马，让晋兵借道攻打国国。公之奇见虞公执迷不悟，为了避祸，只好带着家族离开虞国。 一路无可奈何地叹道：“虞国很快就要灭亡，看来连这个年都过不成了。”晋军通过虞国，直攻国都。国军根本没想到晋军会从虞国那边过来，措手不及，一下子被晋军消灭了。禁军灭掉了国国，从原路回师。 愚公亲自到城外迎接晋军，庆贺胜利。晋军趁其不备，蜂拥而上，将愚公及其大臣统统捉住。晋军搜到晋国送的美玉和良马，愚公见了，懊悔当初不听公之其唇亡齿寒”的劝谏，但哪里还来得及呢？ 成语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出处民间故事，释义比喻要想隐瞒掩饰，结果反而更加暴露。古时候有个喜欢自作聪明的笨伯，名叫张三，他积攒了三百两银子，高兴得不得了。这些银子可得藏好，别让人偷去了呀！ 张三找出一只箱子，把三百两银子藏在箱中，外面加了两把锁。转念一想，不行，假使来个小偷，连箱子一起偷了去，怎么办？他越想越不放心。当夜，张三从箱子中取出银子，决计另外找地方藏起来。 他东张张，西望望，觉得把银子埋在屋后地下最为稳妥。趁着黑夜，张三在屋后墙角边挖了一个坑，悄悄地把银子埋到坑里。这样还不放心，还得防别人掘了去。他左思右想，终于找到了一个自以为巧妙的办法，便拿了一张纸。 在上面写下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七个字，贴在埋银子那个地方的墙角边。干完这一切，张三认为万无一失，放心的走了。谁知他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过隔壁邻居王二的眼睛。到了半夜里，王二等张三睡熟了，就去屋后偷偷挖掘。 把三百两银子偷走了。这王二也是个自作聪明的笨蛋，他偷了银子，害怕张三知道，也在墙角边贴张纸，上面写着“隔壁王二不曾偷”。于是，人们把要想隐瞒掩饰，结果反而暴露的行为，叫做“此地无银三百两，隔壁王二不曾偷”。成语。 从善如流，出处《左传》成功八年。楚师之海也，近亲审或沈子衣出从之，犯寒也。君子曰：“从善如流，宜哉。”释义：从善，听从好的、正确的意见；如流，像流水一样，比喻迅速。从善如流，只乐意接受别人正确的意见。春秋后期，楚国比较强大，不断兼并周围小国。公元前五八五年。 楚军进攻郑国，郑国的军队哪里是楚军的对手？结果被打得大败。郑国和晋国的关系很好，晋国也是强国，因此晋景公就派大臣栾书带领大军前去救援郑国。晋军与楚军在郑国境内相遇，楚军看到晋军来势凶猛。 很难对敌，就退兵回国去了。栾叔很是恼火，便挥兵去攻打楚国的盟友蔡国。蔡国是个小国，当然不是晋军的对手。蔡国派人向楚国求援，这时楚国也不愿罢休了，马上派公子申、公子成两人带领申县、西县的军队。 前去救援，楚军来了。晋国的大将赵同和赵括向栾书请战，栾书准备同意他们的请求。部下之庄子、范文子、韩献子对栾书说：“不能打，楚军退了又来，一定很难对付。我们即使胜了，也不过打败楚国两县的军队，不足为荣。如果打败。” 那就耻辱极了。栾叔听后觉得很有道理，准备收兵回国。军中有些人不以为然，说：“元帅手下六军卿佐共十一人，只有三人不主张打，可见想打的人占多数。元帅为什么不按多数人的想法行事？”栾叔答道：“只有正确的意见。” 才能代表大多数。知庄子他们三位都是晋国的贤人，所提建议又很正确，他们才是真正能代表大多数的人。我采纳他们的意见，岂不很好？于是下令退兵，避免与楚军直接交锋。过了两年，栾书趁楚方不备，出兵进攻蔡国、沈国，轻易地赢得了胜利。 因为栾书能很快听从部下的正确意见，当时人们就赞扬他说：“栾书从善如流，做得恰当极了。”成语“摧枯拉朽”，出处《汉书·异姓诸侯王表》：“捐金使者难为公，摧枯拉朽者亦为利，其势然也。”《晋书·甘卓传》：“将军之举，武昌若摧枯拉朽，是矣。” 枯干枯的草，朽朽烂的树，摧枯拉朽，折断枯草和朽木，比喻虚弱势力很容易被摧毁。东晋元帝永昌元年，镇东大将军、江州刺史王敦起兵反对朝廷。他在起兵之初，派人通知安南将军、凉州刺史甘卓，劝他一起举兵东下。甘卓答应了。 临出发那天，王敦上了战船，甘卓自己没有来，却派了参军孙双到武昌来劝谏王敦不能反叛朝廷。王敦辩解说：“我只是去驱除皇帝左右的坏人，事情如果成功，我当封甘侯做公。”孙双回报甘卓，甘卓一时拿不定主意。有个谋士献策，表面上答应举兵，待王敦东下。 然后再讨伐他。甘卓摇摇头，怕将来说不清楚。这时，襄州刺史司,司马承是旗帜鲜明的反对王敦叛乱的。他派主簿邓谦来到襄阳，劝甘卓忠于朝廷，起兵讨伐王敦。甘卓笑了笑，仍拿不定主意。他的参军李良劝他待机而动。 如果王敦胜了，他会推崇甘卓，授以重任；如果王敦不胜，朝廷必将重用甘卓，起兵平叛。这样，任何一方得胜，甘卓都可得到富贵，用不着兴兵决战。邓谦驳斥李良：“脚踏两只船，必然惹祸殃。王敦的兵马不过万余，留守武昌的不满五千，甘卓的军队超过王敦一倍。” 定然能够取胜。他对甘卓说：“将军之举武昌，若摧枯拉朽，何所顾虑乎？”甘卓还是下不了决心。王敦挥军沿江东下，见甘卓不来，怕他变卦，又派参军乐道荣去襄阳，苦求甘卓一定要起兵帮助他。乐道荣并不赞成王敦作乱。 反劝甘卓起兵秦王，讨伐王敦。甘卓这才下定决心，与南平等地太守一起发布檄文，声讨王敦的罪状，并派人约广州刺史陶侃共同出兵讨伐王敦。甘卓率领的秦王军到达诸口驻扎下来。王敦知道这个消息，十分畏惧，派甘卓的侄儿参军甘毅面见叔父。 要求甘卓体谅他的苦衷，回师襄阳，双方和好。甘卓年老多疑，在诸口住了几十天，竟然撤军回到襄阳。后来王敦派人暗中杀害了他。摧枯拉朽本来是指甘卓可以轻易的摧毁敌人，至于他的被害，多因犹豫不决所致。成语。 错火积薪，出处《汉书贾谊传》：“父抱火错之积心之下，而寝其上。火未及燃，因谓之安。方今之事，何以一此？”释义：错通错，放置；心，柴草。错火积心，只把火放置在堆积的柴草下边，比喻潜伏着极大的危机。西汉有名的青年政论家贾谊，在做梁怀王太傅时。 看到西汉王朝表面上好像天下已安，实际上问题很多，因此就针对这些问题，写了一篇《治安策》，对当时形势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，就是“爆火错之积心之下而寝其上”，意思是一个人把火放在柴堆下，自己却躺在柴堆上，这个局面是多么危险呀！ 贾谊为什么做这样的比喻呢？因为汉初大封同姓诸侯王，形成地方割据势力，与中央政权尖锐对立。贾谊在《治安策》中举了几个例子。前几年，汉文帝的亲弟弟淮南厉王刘长谋反，最后阴谋败露，被召回京都。群臣主张依法处死刘长，文帝不忍，只是废了他的王号。 放逐到蜀郡，言道：“刘长在半路上绝食自杀。”早于淮南王谋反的，更有济北王刘兴居。刘兴居是汉文帝的侄子，他出动军队攻城略地，想要袭取荥阳，叛乱不得人心。刘兴居的军队被打得大败，最后他也自杀了。 如今又有人来向朝廷告发，指出吴王刘濞不遵守朝廷法度，暗中招纳各地亡命之徒，扩张自己的势力。贾谊认为诸侯王割据问题非常严重，必须及时采取措施。汉文帝看了《治安策》，同意贾谊的意见，下令把封地最大的齐国和淮南国分成好几个小国，初步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。 加强了中央集权。成语“打草惊蛇”，出处：宋郑文宝《南唐进士，王鲁为当屠宰，颇以资产为物，会不民联状。宿主不贪贿于县尹，鲁乃判曰：“汝虽打草，无以蛇精。释义：原表示对甲的惩罚，就是给乙的警告；后来也指行动不甚密，致使对方有了防备。 五代十国时期，南唐有个王鲁，在当涂做县令。这个人非常贪财，专门敲诈勒索，到处接受贿赂。王鲁为官贪污，他手下有一个主簿，也营私舞弊，贪赃枉法。有一天，王鲁正在坐堂问事，忽然拥来一群百姓。 连状控告他的主簿贪贿。王鲁接过状子一看，只见上面列举了这个主簿营私舞弊、贪赃枉法的条条罪行，并要求将他依法严办。这个主簿的罪行跟王鲁的所作所为完全相同。王鲁一边看一边打寒战，不知道该怎样处理这件案子。 在众人催促下，王鲁不由自主地在状子上批道：“汝虽打草，无以蛇精，意思是说，你们虽然打的是地上的草，但我像伏在草下的蛇，已经受到惊吓了。就这样，人们对主簿的指控，也使王鲁受到了警告。成语“大材小用”，出处。 宋陆游《建南诗稿》宋辛佑安殿撰造朝诗，大材小用古所叹。管仲、萧何时，刘亚是意把大的材料用在小处，比喻使用不当造成浪费。管仲，春秋时政治家；萧何，西汉初政治家；刘亚同一流人物。辛弃疾是南宋杰出的词人和爱国英雄。当时，我国东北女真族建立的金国不断出兵南侵。 辛弃疾出生在金兵占领的山东，他青年时代就在家乡参加耿京领导的抗金义军。后来，辛弃疾来到南方，留在南宋政府中，历任湖北、江西、湖南、福建安抚使等职。他一生坚决主张抗金，写了很多充满激情的词文，抒发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忱。 跟当时上层统治集团的投降势力进行斗争。由于主和派的打击和排挤，从公元一一八一年起，辛弃疾两度被朝廷罢官，寓居在江西上饶带湖旁，前后被迫度过了十八年的退隐生活。公元一二零三年，在南宋政府中专权的大官僚韩托胄。 想利用抗金来巩固自己的权位，就启用辛弃疾，任命他为浙东安抚使兼绍兴知府。于是，辛弃疾以六十四岁的高龄去绍兴上任。当时，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已经八十岁了，就住在绍兴鉴湖旁。他和辛弃疾是好朋友，辛弃疾经常去拜访陆游，一道议论国家大事。 一年春，宋宁宗赵括突然降旨，要辛弃疾到京师临安去，征询他对北伐金国的意见。辛弃疾把要去临安的事情告诉了陆游，陆游觉得这是向朝廷提出北伐建议的好机会，也非常高兴。陆游特地写了一首长诗送给他，诗中说。 大材小用古所叹，管仲、萧何时流亚。陆游认为，辛弃疾与古代大政治家管仲、萧何同属一流人物，做浙东安抚使实在是大材小用，鼓励他努力恢复中原，不要因为受排挤不得志而介意。读了老诗人这首题为《送辛幼安殿撰造朝》的赠诗，辛弃疾非常感动，思想上受了很大的鼓舞。 他到了临安，向韩托胄提出许多积极的北伐建议，可是韩托胄不过是利用辛弃疾的名气，并不重视他的意见。辛弃疾并没有受到真正的重用，只是被任命为镇江府知府，因此他又到镇江上任去了。在镇江，辛弃疾苦心经营。 为北伐做必要的准备，他预先制成一万件红纳军装，打算招募新兵，严加训练，组成一支北伐劲旅。他还派人四处刺探金国的兵器数目、屯戍地点、库藏方位、将帅姓名等情报，掌握敌方的内情。他不求侥幸获胜，希望能够确有把握地一步一步做到收复失地。 恢复中原，韩托胄却重用一些吹牛拍马的纨绔子弟，成天聚集在他周围吃喝玩乐，对抗金北伐不做认真准备。好大喜功的韩托胄不听辛弃疾等关于加强兵力、待机应变的再三劝告，于公元一二零六年仓促北伐，结果被金兵打得大败。 辛弃疾看到这些情形，感到非常痛心。他早在一年前就被韩托胄借故撤除一切职务，离开镇江回家闲居。韩托胄抗金失利，又想请辛弃疾出来支撑残局，但辛弃疾已经患有重病，不能再为抗金出力了。不久。 这位长期得不到重用的爱国英雄，在忧愤中病逝。当初陆游用“大才小用”四字，感叹辛弃疾的不能一展抱负，十分有深意。人才浪费，是封建时代无法克服的现象。成语“大义灭亲”，出处《左传》隐公四年：“石阙，纯臣也，恶州虚而后语焉。大义灭亲，其视之谓乎？” 释义：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，对犯罪的亲人不徇私情，使其受到应得的惩罚。春秋时，魏国的周瑜弑兄篡国，闹得众叛亲离，人心不复，为了改变这种孤立困境，他与心腹石厚商议对策。石厚说：“我父石却做上卿时，人人扶他。现告老在家，若能请他出来辅政，您的军位就稳了。” 周瑜取出白璧一双，命石后去聘请石阙。石阙却推脱有病，坚决不肯入朝。周瑜无奈，又命石后去向石阙求教稳定君位的妙计。石阙说：“诸侯皆位，应得周天子许可。只要他点头，众人就不能不服。”石厚点点头说：“好主意，可就怕周天子不允。” 若有人从旁说情就好了，石却感到除恶的机会到了，就巧妙地说：“陈桓公与周天子很亲密，跟我们也有交情。你先去陈国，请他在周王面前周旋，然后再去朝见，还怕此事不成？”石后把父亲的主意告诉周玉，周玉听了拍手叫好，君臣俩带了厚礼，亲自来到陈国。 陈桓公命大夫陈子珍接待他们。子珍早已收到好友石阙的密信，要求他为民除害。他向陈桓公请示后，立即把周玉和石后带到事先安排好的太庙。门首挂着一块白牌，上面写着：“不忠不孝、无德无义者，不准入庙。” 周玉和石后大吃一惊，问子珍立这牌子是什么意思？”子珍说：“这是帝国先祖遗训，没有别的意思。”他们这才放心进庙。到了庙堂，周玉刚要鞠躬行礼，站在陈恒宫上首的子珍大喝一声：“周天子有令，捉拿弑君乱国之贼！”话音刚落。 两边武士立即上前捕捉，周瑜先被逮住。石后想拔佩剑，一时不能出鞘，只得用手格斗。左右伏兵一齐拥上，将石后绑缚。子珍拿出石阙的信，当众宣读：“外臣石阙百拜致书陈侯，魏国不幸出现弑兄篡权丑事，闹得众叛亲离，这都是周瑜和石后的罪孽。我老了。” 无力处置他们，只求贵国秉持正义，为民除害。周瑜和石厚这才知道中了石阙之计。陈桓公想把他俩就地正法，子珍说：“且慢，石厚是石阙的亲儿子，我们杀他怕不好，还是让魏国自己处置吧。”陈桓公吩咐把他俩分两处关押起来，一面派使者通知石阙。 使者来到魏国，石阙召集众大夫商议，大家一致请元老石阙做主。石阙果断的说：“他俩犯的都是死罪，应马上派人去陈国执行。”有位大臣说：“乱臣贼子，杀了大快人心，我愿去执法处斩周瑜。不过从犯事后，还请从宽处理。”石阙大怒：“岂有此理！” 周须的罪过全是我那个逆子造成的，你替他求情，岂不是以我有私？我纵有爱子之心，也不能顾私情而忘大义。不要多说，谁去执法？问了几声，没人响应。石阙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没人去执法，我老骨头自己去。”说罢，拿起拐杖要走，几个家臣拦住他，表示愿意代劳。 家臣来到陈国，先斩了周须，石后央求说：“我虽该死，但求你们让我向父亲求个情。”家臣说：“我们是奉你父亲之命来执法的。”说吧，手起刀落，将石后斩了。当时人们赞扬说：“石阙，纯臣也，大义灭亲，其事之未乎？”成语“丹石湖江，出处。 孟子梁惠王下，今厌虐其民，往往而争之，民以为将整己于水火之中也。丹食壶浆以迎王师，是以丹用竹或芦苇制的盛器，常用以盛饭食；饭食，浆，饭指饮料。丹食壶浆，古代老百姓用丹剩了饭，用壶盛了汤来欢迎他们所拥护的军队，后来用以形容军队受欢迎的情景。战国中期，燕国的子之。 是一个很有能耐的人。他担任相国时，办事果断，深得燕王哙的信任。为了恰当的用人，子之经常想些办法来考察下属官员。有一次，他坐在堂上，假装发现了什么似的，突然问道：“怎么有匹白马跑出大门去了？”子之话音刚落。 一个官员就飞也似的朝大门口跑去，其他人面面相觑，莫名其妙，因为大家压根儿连马的影子也没见到。一会儿，那个官员回来报告，真的有一匹白马跑了。子之心里明白，这家伙完全是为了巴结逢迎自己，故意在说假话。事虽小，却能使他看出左右的人是否真诚可信。 当时，燕国的朝廷大臣都是贵族，他们有太子姬平撑腰，为所欲为。尽管子之不断提拔任用一些诚实可信、确有才干的人，但这些人毕竟官卑职小，子之的很多重要主张、措施都难以得到实行。燕王哙察觉到了这一情况，便断然做出决定。 将俸禄在三百石以上的大官的印玺全部收回，另有子之任命。从此，国家大事统统取决于子之。燕王哙因年老不再过问政事，并且他仿效上古尧、舜让贤的事，废了太子姬平，于公元前三一六年把君位让给了子之。 这一招沉重地打击了以太子姬平为首的贵族集团，他们把子之恨得咬牙切齿，私下里不断进行密谋策划。公元前三一四年，太子姬平和将军是被结党聚众，对子之发动了武力进攻，一连攻打数月没有成功。这时候，子之率军奋起反攻。 大获全胜，激战中，太子姬平和侍卫都被杀死了。但是这场内战导致燕国局势混乱，国力大大衰弱。齐宣王一直在窥伺着燕国的动静，乘此机会，借口帮助燕国消除内乱，派大将匡章率领大批军队开进燕国。齐军很快就攻进燕京。 并将燕王哙和子之残酷地杀害了。就这样，在齐宣王的武力干涉下，燕国的政治改革失败了。要不要把燕国吞并掉呢？齐宣王让大臣们讨论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这时候，孟子正好在齐国，宣王就派人请他来，征求他的意见。 宣王对孟子说：“燕是个大国，我们只用了五十天的时间就将它打败了。这光凭人力是办不到的，一定是天意如此。如果我们不把它吞并掉，上天会认为我们违背了他的意志，而降下灾害。因此，我想吞并燕国，你看如何？”孟子说：“当初燕国百姓以为您要帮助他们提脱灾难。” 所以，丹石胡江以营王师，用竹篮盛着饭，用瓦壶盛着汤，来欢迎大王的军队。如今你要并吞燕国，使百姓灾难更加深重，这怎么行呢？孟子的话，齐宣王听不进去，他下令吞并燕国，劫夺国宝，掳掠百姓。 齐国军队烧杀抢掠的暴行，激怒了燕国的百姓，他们奋起反抗，到处打击齐军。当时，其他各国本来就害怕强大的齐国，如今燕国若被齐国吞并，那对各国的威胁就更大了。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，各国纷纷联合起来，准备出兵干涉。 在这种形势下，齐宣王认识到众怒难犯，不得已从燕国撤回了军队。齐国退兵之后，赵武灵王派岳池，把在韩国做人质的燕国公子姬职护送回国，立为国君，史称燕昭王。燕国百姓对齐国的军队从丹石胡江到奋起反抗，说明战争只有顺应民心才能取胜。 如果违背了百姓意愿，则必然失败。